我们现在这个是第五支，大家可以拿起来闻一闻。肚子好饿，这个就有海泥根的味道了。我的妈！这个应该是东南亚比较清淡、比较顺一点。不对啊，这个是 Oreo 啊，入口强烈气泡感，一副就是日系啤酒的味道。Oreo 达人觉得呢 ？Oreo。你也觉得是 Oreo， 你也觉得是日系酒，为什么？比较熟悉的味道。小玉，这就是西贡了吧？OK， 西贡 Oreo。西贡啊，西贡到底，西贡精神。阿文 ，Oreo， 答案是 Oreo 还没开。猜错哇 ！Oreo 达人，猜东南亚的有比较接近吧，半分吧。没有没有，全零分。我跟大家说，在讲要拍这个盲测以前，他们都非常的有把握，结果现在分数惨不忍睹啊，没有一个人及格的。你可以选那个什么剑南处女的那种来摆，就是没有吃热炒，对，没有喝不出来啊，那就少那个味道。小黑目前得分1分，小瑞目前2分，才1分哦。对啊，那我也没很差嘛。小玉目前，哎，小玉几分？零分。哇！我跟小黑差一分，2分。阿文老师2分，哦，现在是两个第一名。我跟小黑差一分而已。两个第一名，好，要第六支了。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个加分题。我觉得晚上表演应该这样到他们会看到。因为我之前只喝一口就出事了，处决好像唱完第一次副歌就给他结束了。我有印象。我只有喝一口。那就大家转过来看我，然后我完全没感觉，就觉得像对啊什么的嘛，然后喝一口。好的，我们第6 round。小黑想要赢，就靠这一支了。我想要破蛋，总该中了吧？你们不会这样对我吧？哎，又是这个，又是金色餐饭，又是蜂蜜味，这已经是那个东南亚的味道。选好了。这个已经是不是东南亚，不是日系的，欧美，我觉得是，味道很怪，味道怪，余韵有一个怪味会，对啊，飘出来。我闻看看小黑味道是不是这样，味道比较淡一点，我觉得，哎，搞不好是西贡哦。哦，小黑说我要出西贡这个答案的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有一点点甜甜的味道，就是阿文要改变他的答案。我老吐的，我猜第二声，西贡。这一定是西贡。西贡，阿文要改变你的想法吗？皮尔森，我们要公布答案，1、2、3，西贡。哎，真的是西贡，西贡终于出了。小玉1分。刚才在越南混了好几个月，回来没有，不是白骗。为什么你会觉得是西贡？怀念的味道。好，现在分数是小黑2分，小瑞2分，小玉1分，恭喜破蛋。小黑、小瑞跟阿文是2分并列。伐木工，伐伐伐伐木工，伐木工。看我好晕哦，喝酒。完了完了，不一样那样的。感受一下，直接猜Oreo。Oreo 为什么？直觉，直觉。小玉，我不能再猜西贡啊 ，Oreo。你的西贡精神就这样没了。干，我北基哦。小瑞，小瑞，小黑，皮尔森。小黑只有一个皮尔森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就有一个就是比较浓的那个麦味啊。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。麦味重一点，关键所以是皮尔森。麦味灯。给你们10秒钟重新思考一下。小黑左右了大家的想法。皮尔森，小瑞。我已经不记得哪一些被删掉，可以确定的是西贡已经被删掉了。重考班的金鱼脑 ，Oreo 啊，这个味道我觉得我喝过。好，阿文，Oreo， 我们公布答案，张江江江，没错 ，Ray 的最爱，这次终于猜对了。小黑崩坏哇！接下来到了小黑跟小玉2分，小瑞跟阿文3分。最后一题，这叫数的悲剧。OK， 我们考试中不要交谈，各位同学不要交头接耳，不要看左右答案，不要失这个刚刚没出过，不要交头接耳。这个的麦味就是真的蛮重，就应该是欧系的。欧系，欧美系的，好，欧系没有美国嘛？刚才说美国的啤酒不能喝，欧美是 Pop Up 才有，啤酒不能用欧美。小瑞，我不认识的味道。小玉，我可以猜什么？橙。等一下，提示一下，这是刚刚大家喝过的。麒麟啊，麒麟，麒麟，这么多气，麒麟是麒麟。你的答案是什么？麒
确定？啊，这是无酒精的海尼根啊。小瑞，他说喝过了。小瑞，你的答案是什么？他说喝过。小瑞，你答案是什么？他觉得日系，他如果没猜出来，他就很丢脸。来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我跟日系。小玉，提令。阿伟老师，无酒精海尼根，你觉得是无酒精海尼根？对，你确定？我确定。啊，这是无酒精的海尼根。他说喝过。公布答案，答案是无酒精海尼根。太扯了！直接冠军出炉了。冠军海尼根，恭喜！年纪越大越厉害。为什么？我会觉得是无酒精海尼根。它有点像 Peroni 啊，就是它尾巴会有一个甜味，它的气泡偏多，前中后段。它还有分前中后。舌头有前中后段嘛，它中段是比较偏淡的。我要被测试哦。但我原本想要猜 Peroni， 可是你们刚刚又讲无酒精。哇！好了，你今天是冠军啊，恭喜你成为数乐团最会喝的男人。得分最低的，小月两分。我至少要给你几分？两分。我跟小黑一样厉害，大家一开始最看好的就是小黑。威士忌组的，小黑威士忌组只得两分，苏乐团之耻，代表跟小黑一样年轻，好不好？差一点没得冠军是因为我没有在喝海尼根。你刚刚说你以前都会喝吗？但是他没有喝无酒精，那个是十年前的事情。但是刚刚那个海尼根，那你猜错啊？今天的冠军阿伟老师有什么感想？在喝啤酒的时候，就是这个大小会比500ml的来得好一点。我不知道讲什么，但是很帅。OK， 阿伟的意思就是要喝酒，就一定要用这个杯子，对不对？对对，才可以夺冠，对不对？对。这个杯子是什么杯子呢？0809速速酒啤酒杯。今天得分最低的会有一个惩罚给大家，不是只有我吧？惩罚就是输了就洗碗。